每天去看的都是佛陀，十方的佛，极乐世界旁边永远都是大菩萨陪着你，没有坏朋友，没有找你去打麻将的、谈恋爱的那种的。那观音菩萨，他要慈悲呀、他要引导众生脱离轮回的痛苦，到一个很好修行的净土，将来可以成佛。所以，我想这也是我们办法会的目的啦。法就是慈悲，那当然，佛教是一个教育，是一种人格教育、生命教育。如果你心态改变了，你会发觉世界就改变。比如说，你头痛啊，我要念观音菩萨，头痛好苦，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头痛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因为你痛，你才会知道别人痛啊。如果你用观音菩萨的心来吃药，用观音菩萨的心来念观音菩萨，希望大家都不要胃痛，希望大家都不要腰痛，希望大家都没有各种的世间的痛苦，那你会发觉他命运就改变了，你就有感应了。但是我们以前找医生吃药都想着我怎么样不要痛啊，甚至医生来了我要抢药，踏过别人，我儿子比较重要，别人不重要。所以各位，很简单的，你希望你儿子乖，那你每天都在想着希望全天下的小孩子都乖乖，都不要跌倒，都健康。所以你思想改变了，所以你做的事情就改变了。为什么不自私了？别人不做的我来做，别人要做高位我让你做高的，我来做低的。因为你把别人放在你头上，你把众生的事情超过你自己了，这个叫慈悲心啊。所以因为如此，所以念观音菩萨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来为所有众生做供养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佛经说，你在这个世界布施几百亿美金，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大慈大悲，哇，这么圆满的力量，你去供养到了。因为佛陀是世间叫无上福田，就像各位做个比喻好了，你给你儿子1万块，还不如供养你爸爸1块钱。你爸爸你供养他1块钱，超过你给你儿子几百万的功德。为什么？爸爸妈妈对我们有恩呢？所以这些佛菩萨，他为什么福报那么大，力量那么大？他就希望来所有众生离苦得乐。他是这种心跟这种行为，所以那当然力量不一样。所以各位在家里要经常供佛、供香、供水、供灯、合掌啊。所以在我们在佛前念经也是供养啊。我没有骂人哦，我念经哦，佛高兴。所以我们现在，而且各位做供养，虽然功德这么大，但是不要为了自己想。啊，我希望我这个供养用慈悲心，让非洲啊，让没有福报的地狱恶鬼啊，透过我们的供养，让他们有福报，让他们脱离地狱、脱离痛苦、脱离轮回。你想，用慈悲心供养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。所以佛陀说了，你用百千万亿黄金去供养佛像，做什么善事？你还不如用慈悲心布施一颗米给小鸟吃，给可怜的众生。所以各位，就如果你愿意得到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众生，那我们就要开始学慈悲的方法。再来，我们要念这个不空摩尼供养咒，念这个咒，所有痛苦的众生，特别地狱道、因缘道，马上就升天了，乃至是极乐世界。那我们自己身上也消无量的业障，所以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。用身体来拜佛，用嘴巴来念佛，都可以消无量业障。所以《地藏经》说，
就算有一个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坏事的人，他要死之前念一句地藏菩萨，他都不会下地狱鬼道畜生道。所以台湾每一个监狱啊，只要有执行死刑的，外面一尊有一尊地藏菩萨，那慈悲啊，虽然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，但是希望他永远脱离地狱鬼道，有机会再修行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供养，那更要把这个供养的功德来帮助所有痛苦的众生。那你越帮助自己，越帮助痛苦的众生，你自己的不好的业果报越消除掉。所以还有后面还有现在一起是吧，啊，所以他们现在要做八吉祥啊、七正宝各种宝物的供养。当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，今天代替我们供养的都是新同学啊，不见得活得比我们短，但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，因为这样可以种下一个非常好的福报善根。他们这样做供养，我看他们来世都是走红地毯的，要么做皇帝皇后，要么做影星歌星，至少也身材好。所以各位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念一下随喜功德，就像一个爸爸妈妈看到那小孩子长大了上台表演，爸爸妈妈会不会哭啊？会很感动。修行要一直用这个心，你千万不要跟我没关系啊，啊，那你就很可怕，你很冷酷啊。佛教的修行就是叫空性，佛教的空性，空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无立的无挂，一切的存在都是靠在外在所有因缘的存在，我们才可以存在。所以各位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你爱护花草树木就是爱护你的外表，爱护你的呼吸，你破坏别人破坏世界就是破坏你自己。这佛教讲空性就是互相依靠。所以各位从小就要感谢爸爸妈妈，再来感谢老师，感谢国家，感谢医生，感谢社会上各行各业，他卖衣服，他卖菜，他卖什么，离开这个我们没办法存在。就像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来自于四面八方，就像我们吃一颗米，你知道感谢农夫，感谢土地公，感谢水神，感谢太阳，因为粒粒皆辛苦，来源不可思议。那现在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，所以要时时刻刻感谢。念一下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一切，感谢母，感谢翁，你感谢不完。因为什么？这个就佛教的慈悲是来自于感恩心，知恩而感恩。那离开空气，离开太阳，离开水，离开椅子，所以我们老和尚每次上来就会坐 一起来就会摸摸椅子，谢谢啊，床让我们睡，椅子让我们坐，碗让我们吃饭，水让我们喝，离开这个我们不能存在。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空，空不是没有，空是整体的观念，生命共同体。现在讲环保，讲生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各位要感谢世间外在的一切，要一直这样想啊。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做大供养，所以这个供养最主要的意思不是光供养佛，为什么由供养佛而供养众生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每天我们吃饭都会这样念，以后各位只要吃饭喝水都这样念，来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僧，供养一切众生啊，平等的，离开众生不可能有佛。众生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，对你好对你不好的所有生命。所以你每次供养完以后，最好吃的你要马上融入一众生。就像你早上吃苹果，嗯，好香啊，你不要有一个我在吃，这个香味啊不是给所有没吃到苹果的恶鬼道啊、地狱道，这样吃甜不甜啊？
不是好不好吃，是喂他们。你要开始有这个思想，这个就是修行，空性而产生悲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不空摩尼咒啊，后面几位菩萨代表我们做大供养。来，为比丘善大导师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绿度母心咒。Om Dale Du Dale Du Le Soha Om Dale Du Dale Du Le Soha 观世音菩萨帮助众生离苦，也现出绿度母的形象。常念绿度母心咒，能断除轮回痛苦之根源，免除一切魔障，也能够去除瘟疫种种病苦，消除世间一切灾难，增长寿命福慧。凡有所求，无不如愿，灵应如想。所以西藏人呢更喜欢念绿度母心咒，我们平常啊也常念。Om Dale Du Dale Du Le Soha 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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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le Du Dale Du Le Soha绿度母为藏密中最易相应的本尊，若能专念受持，在遭逢危难时必能蒙菩萨救度，成就所愿，能断生死轮回，除一切障碍病苦，命中往生极乐世界。